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49页。349页，倒数第三行，课题：丁三，余四种，分四。第一段：比丘尼众，又有比丘尼500人。当时参加世尊的法会。有出家的女众500人，清净四众，清净寺7000人，清净寺就是优婆塞，我们现在称居士，在家受过三皈五戒菩萨戒的。居士，还有女众，亲信女也有500人，亲信女的优婆夷，幕后诸天大众，请看经文：欲界天、色界天、诸天凡众。习功大会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。以上经文独见汉译，那位移呢，仅有菩萨众与比丘众，宋译的经目有这么一句话：并天龙八部一切大众，闻佛所说皆大欢喜。这个均广于位移，位移是康僧开的本子。康僧开的本子简单，后面呢就是这个菩萨众跟比丘众，那么这四种没有，就是比丘尼，清净寺、清心女、诸天大众，缺少唯一的缺少这一段。以上通序中，通序经文呢，到这个地方就圆满了，欲界天有六层，
啊，欲是情欲，男女之欲没有断，这叫欲情。欲往上面去，欲淡薄，啊，大概四王天、忉利天的，跟我们人间差不多。啊，夜摩天就很淡了。再往上去，斗率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啊，这还都欲还没有断，啊，很薄。再向上去呢，欲就断了，叫色界天。啊，色界有十八层天，修禅定，啊，禅定、初禅有三天，二禅、三禅都是有三天，四禅有九天，啊，四禅有九层天。除一般的三天之外，他有一个修无想定，啊，这是外道天，在四禅，啊，地位也相当高。那么佛门里面有无不还天，是小乘。三国阿那含修行的地方，啊，根立的，我们常常讲上根人，他直接证阿罗汉，如果是一般程度的中下程度的，他还要经过四空天，然后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，证阿罗汉果。我们如果对这些情形都能够了解，都能够明白，这才知道啊，净宗法门的殊胜。这叫庶出三界，时间很长啊！啊，净宗是横出三界，不需要经过诸天，啊，连四王忉利都不需要，在人间寿命尽了，阿弥陀佛就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这叫横超，啊，不需要通过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不需要，快速，而且成就无比殊胜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难遇难逢啊！啊，人生难得了，佛法难逢，难闻。佛法当中最难的是净土法门，我们这一生遇到了，这是无比的幸运。遇到了，一生一定要成就，不成就太可惜了。不成就，你一世人生还在六道里头轮回，无量劫又无量劫，人不能没有志气啊！这个法门修学
非常简单，只要具足真正相信，信西方有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48愿戒引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，苦难众生就是6道10法界的众生。一生圆满成就，到哪里去找啊？84000法门里头没有，无量法门里头也没有。啊，你怎么这么幸运？你这一生遇到了，遇到了，错过了，那真叫太可惜了。续分，本经文字不多。续分有2品，3品，下面大教缘起第3是别序，一共3品，这就是大经的架势。下面是第二序分里头第2段，发起序，也叫别序。前面是正信序，也叫通序。通序有2品。别序有1品，序分总共有3品经文。我们看念老的简单介绍。什么叫别序？下1品为别序，就是大教缘起。一为发起序，说明这一个一次法会的缘起。序中，如来现瑞风光。阿难尊者喜悦请问，释迦牟尼佛正大所以。在这一篇里面分为这3大段。演出这一部广大这些赞叹都是真实，没有一句是夸大的。实实在在告诉我们，广大、圆满、简易、直接、方便，我们需要的就是这3项：要简单，要容易，要直接，要方便。这3个条件。是84000法门没有的。广大圆满究竟这些84000法门里都有。无量法门里面也有。本经也属于。但是一定要知道，简易直接方便没有。所以那些法门
我们不能修啊，一生不能成就啊，一定要记住，我们唯一这一生能够修成功的就是这一步，除了这一步之外没有第二步啊。弥陀经跟这个是同步啊，十六观经里面前面第十五观也不是容易事情，那持名念佛就是第十六观，一定呢要以无量寿或是弥陀经来修修，能成就啊，不但能成就，究竟这难得了，究竟是真的圆教妙觉果位，这叫究竟啊。多长时间呢？一生，这一生就真的，往生就真的所以地狱稀有，难逢法宝啊！这两句是称赞的，称赞的恰如其分啊，没有一丝毫过分。啊，这个法宝就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那我们看评题，大教缘起第三，啊，前面第一段，光瑞发起，如来现瑞放光，请看经文：二十世尊，微光何异？如融金具，又如明镜，盈常表里，现大光明，数千百变。怎么发起的？如来放光发起的，啊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：世尊，将于演说无上殊胜净土法门。读经、听讲，这些地方要特别留意，不能轻易看过。啊，这部经在一切经典里面，啊，特别是大乘。它是什么样的地位？首先要明了啊，啊，它是无上殊胜，无上，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，啊，上面没有，它就是无上的，最高的。啊，殊胜，一切法门、一切经教都不能跟它相比。这个法门叫净土法门。啊，故现瑞放光。
啊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啊，先锐望光啊，这兴起阿难的问断，啊，谁懂呢？阿难懂。啊，阿难见到佛放光。兴起问断了，并令闻者生喜忧想，生难造想。我们这些凡夫听阿难的问，世尊的解答，要知道生稀有相啊，稀有难逢啊，我们今天逢到了，华严法华不难。那也是一生成就啊！那是什么根性？上上乘人是他教学的对象啊。这个法门三根普被，从上上根到下下根，人人都有份。啊，华严法华说老实话，只有上上根有份，其他的人没份。啊，这个法门人人都有份，这真稀有啊！生难造想。确确实实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们这一生能遇到，啊，特别是遇到了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啊，遇到了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。这个语言太殊胜，无比的殊胜了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们看五种缘译本，看两种的汇集本，王龙书的，魏默生的。啊，看彭基清的截教本，很难看到净宗的真面目啊，能看到模糊，不清楚。夏老居士这一次回击清清楚楚，一点都不含糊，我们上一代的人看到这部经典的人不多，许多人没见到啊，念老的脊柱啊，跟你玩。啊，在国外，我是第一个看到的。
啊，看到之后无量的欢喜。啊，我提出要求，在台湾印10,000册流通。啊，我们这一代的人有福报，无比的幸运，看到了。啊，有没有看懂呢？这是关键的问题。真正看懂了，死心塌地。依教修行，我们这一生决定成就啊，什么叫懂？真正懂得的，就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：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”法是什么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，一切法我统统不学了，我统统放下了，我专学净土法门。这是真懂了啊！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信愿持名，一向专念，求生净土。我们的大事就圆满了。啊，最忌讳的，就是学得很多，学得很杂。啊，把你的精神精力、时间通通分散掉了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所以，真正懂的人，世间法放下了，出世间法也放下了，我就选这一门，这是真实智慧。啊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呐。啊，海鲜老和尚就是一句名号：明心见性。其义自见，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所以真正明了，肯定是依教奉行求生净土。啊，他还有别的念头，还想修别的法门，对净土法门没搞清楚啊，还有比这个高的。啊，他怎么以为主？啊，不知道无量寿经是一切经教的登峰造极，没有比这更高的了，在华严之上啊，在法华之上啊，华严法华到最后都归净土，不归净土不能圆满成就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很冷静的来观察，你才真正能看到啊！啊，你的心叫死心塌地，真诚到基础，恭敬到基础，
才能入门。啊，这个经文你能看得懂，这个注解你能看得生欢喜心。那华严上说，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，一就是无量寿经，一切经。啊，不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论，这是一切，这一部经就是一切经，一切经归纳起来就这一部经，读这一部经就读了一切经。啊，在这一部经上开悟了，一切经全开悟了，障碍就没有了。啊，要多少时间？我想十年够了。我们的十年过去了，还是原地踏步，多么可惜！啊，从今天起再发心，再个十年，如果十年没有成就，还是原地踏步，那就是只好再搞六道轮回了，等往后的缘分。往后的缘分是无量劫之后，那我们看注解里头，按圆顿注解，圆教顿教像华严法华，这圆顿注解，具摄本师世尊，放光之相，啊，佛说圆顿大经都有放光，精进也然。这一部经没有讲之前就先放光，啊，具摄本师世尊。放光之相，啊，精进也然。下面念老列举五种原译本，啊，汉译的经文。于是佛咒，思念正道，面有九色光，数千百变，光身大明。啊，这一段是讲放光。啊，佛咒在那个地方。面有九色光，贤者阿难，即从做起，更正衣服，即受佛祖，这是敬礼啊，礼敬，千百佛言，这下面是请教，见佛面目光色。何以时时更变？悯耐而乎？啊，这是提阿难的问话。啊，今是现在。阿难看到的佛面目光经数百千色，上下明彻，好乃如是。这是阿难想到的。啊，日阿难在佛的身边，
是世尊的侍者。啊，今天放的光，阿难从来没见过，他感到很好奇。啊，提出这问题来，所以我设佛是佛以来，未曾见佛身，啊，未曾见佛身体光耀，巍巍重明乃尔。啊，像现前这样没见过。啊，我未曾见至真等正觉，至真等正觉是对佛的尊称，我从来没见过。啊，佛的光明威神犹如镜石，像今天这样放的这个光，从来没见过。啊，那么这一段是汉译的，啊，最早翻译的。无疑的本质呢，同质，为文字少见。于是，在于耳未响。啊，其他的本子有说到，没有这么详细。啊，汉译这段文呢很详细。啊，魏译本这是流通最多的，就是康僧铠翻译的。啊，康僧铠翻译的那个时代是曹魏三国时代的，啊，北方曹魏，所以称为魏译。两度吟，光烟巍巍。啊，这一句看到两次。又云：“微声光光。”啊，唐译的呢？“微光何以？如融金炬，又如明镜，凝照光辉。”啊，说的简单，只有四句。啊，宋译的：“面色圆满，宝刹庄严。”啊，所以五种翻译本合起来看，啊，编制汉吴这两译详细，余译呢那简略，为宋译当中有宝刹庄严，有这一句，闲事光中现刹。其他译本里都没有，啊，这一句好啊，啊，光中见到十方诸佛刹土，像我们看电视一样，在屏幕上能看到，啊，全世界各地方的传播。啊，佛的光中能够见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刹土清净庄严。那么由是也可见汇集注意之必要。啊，这个汇集注意是指下莲居老居士。啊，最后汇集的必要。啊，这本经里头，五种原译本有的，它全有了，一句也没漏掉。
啊，像此地啊，宋仪的宝刹庄严，这一句很重要啊。啊，其他译本里头没有。啊，汇集里头圆满，通通都有。又古注金桥，古代为金做注解的这些人，多为呀、啊、本师说此经时，未曾放过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说无量寿经，没放过。盖未详考汉武古仪之过，五种原因本汉仪无仪又放过啊。那么他这两个仪本没有看到，看到其他的本，其他本放过省略掉了啊。这也就是无量寿经在中国为什么不能够流通？本子太多，五种原译本都看很麻烦，人家不愿意看。所以经中最流行的阿弥陀经，阿弥陀经没有争议，啊，而且译本译得好，意义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。流通最广啊，啊，但是它太简单了，对极乐世界要跟这个经来比啊，这个经呢详细太多了啊，详细介绍啊，能启发我们的信心啊，提升我们的愿心，真想去啊！啊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世尊，经文上世尊指释迦牟尼佛。净严疏里头说，佛具众德，为师尊重，故号世尊。啊，师就是世界，尊是尊重，尊敬。啊，佛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为世间所尊重啊！佛告诉我们，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都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。不是从外面来的，这个意思一定要懂。那慧能大师说：“何其自信，自信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
居住一切，一样都没缺少啊。为什么？他能生万法，那就是居住万法。佛陀教学，把万法归纳为三大类，啊，为这教学的方便。这三大类，第一个是智慧，第二个是德能，第三个相好，啊，通通都包括了。万法不出这三大类。华严经上师尊也说过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个个都相同，是平等的。阿弥陀佛有多大智慧，你也有，你跟他一样，没有差别。弥陀具足无量功德，无量功德也是我们有的，自信你本有的啊，具足无量相好，那现在为什么我们没有了，他有？这就是一个觉，一个迷。我们迷了，智慧德相没有失掉，只是不能现前，得不到受用。啊，它有障碍。啊，这障碍是什么？叫烦恼。烦恼无量无边的。啊，无量无边的烦恼，佛也把它归纳为三大类：无明烦恼。无明是不明了，不认识。尘沙烦恼，尘沙是比喻多，尘沙数不尽的啊，见思烦恼，宇宙万有的真相完全不明白了。本来是明白的，现在统统不明白了。啊，看错了，想错了。想里面有贪嗔痴慢疑。啊，看的里面有成见，有边界，有邪见。看错了，想错了。啊，于是把一真法界变现成六道轮回。啊，所以佛告诉我们，华严经上说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的身体从心想生，我们居住的环境从心想生。那现在世界怎么这么乱？我们的思想乱了，我们的见解乱了，乱成一团了，
啊，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？他觉悟了，他不迷了，他的心就是经题上所说的清净、平等、觉。所以性德里面具足的通通显现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功德，无量的相好，通通显现。那佛这三样清净平等觉究竟圆满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无量功德的加持，真加得上啊！加持你，你就得到受用，跟你自己证得究竟圆满差不多啊，很相似啊。啊，到极乐世界是佛加持的，在极乐世界住了一段时间，住久了，烦恼不断，自然没有了，真妙啊！啊，性德呢，自然现前了，就跟阿弥陀佛一样了。为什么本来是一样嘛？没有两样嘛？啊，所以佛菩萨看一切众生，都是佛，都是如来。啊，我们看佛菩萨，都把他当作普通人来看待，这是什么？从心想生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即使我们这个地球能像极乐世界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，理上决定讲得通啊。要是来显理，那事实上呢，我们跟阿弥陀佛一样的想法，一样的看法，我们这个世界就变成极乐世界了。要真干呐，我们来做实验的。啊，今天我们在普陀吧，我们同学们肯不肯努力？我们净宗学会同学肯不肯干？如果肯干，我们的念头转过来了，我们看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诸佛菩萨，一切人是的，一切动物是的，花草树木也是的，念头一转，恢复正能量，真做到了啊！啊，佛菩萨是好人呐、啊，这社会上没有一个坏人，你想找一个坏人找不到。啊，怎样能造成？佛用什么方法教学？今现在说法。
释迦牟尼佛的教学，当年在世49年没中断，不断向上提升呐。你看，从阿含提升到方等，提升到般若，提升到法华。那最后给我们展现涅槃，那佛是圆圆满满的给了我们。那真正懂得的人，明白人，觉悟的人，依教修行都成就了。大成就不是小成就。啊，像文殊普贤，啊，弥勒菩萨，我们这16正寺，大成就者。啊，我们为什么还甘心堕落？堕落就是放不下，对这个世界有贪念，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，是空的，是梦幻泡影。啊，当下不可得，就在现前，你得不到啊。啊，说的最贴切的，身体，身体现前，真相是什么？刹那生灭。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1秒钟，这个身体生灭多少次了？2100兆次。啊，1秒钟，这个身体已经换了，换了多少次？换了2100兆次。哪一次的这个现象生活呢？不可得，幻想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我们看电视，被电视迷了。啊，电视的频率1秒钟在100次，我们现前的是1秒钟是2100兆次。啊，它就在眼前的，我们完全没有感觉。啊，那么佛这种说法，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了，佛讲的一点都不错，确实如是。科学家跟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相去至少2500年了。2500年前讲的，今天这些力学、量子力学家发现的，啊，跟佛说的完全一致，完全相同。那他们肯定了，我们相信，不再怀疑了。啊，在过去我们读佛经，勉强相信，一根不能拔出，总是想不通。啊，不想就通，我不想也不通。啊，所以科学的报告增长了我们的信心。
样化解灾难。2012年，玛雅灾难的预言，美国量子力学家布莱顿告诉我们化解的方法。他这个话在悉尼讲的他们开了个科学会议，讨论这个问题美国这一位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，这个患难灾难可以化解，只要我们真正能回头，弃恶扬善，一切恶的不善的我们把它抛弃掉要发扬光大善的正面的，不善是负面的恶的是负面的，端正心念，这个灾难就可以化解了。灾难不是天然的，凡是自然的都是最美好的，自然是自性变现的，我们要回归自然，不要造作，所有一切造作都是负面的，顺其自然多好。现在人造这个罪，受这么多苦，都是什么？破坏自然。以为我们的本事很大。发展科学，可以改变自然。连我们饮食里头最重要的农产品。他用农药化肥这都不是自然的，人工的催化能叫这些农植物长得又好看又大但是什么呢？不能吃，吃了都长病，病了都要死以现在吃现在饮食的人都不健康，都长得不正常，都在我们眼前的，我们都看到的这问题怎么解决？这次我回来，市长来两次看我，我们都谈到这个问题澳大利亚地广人稀中央地带全是沙漠，这块土地没有被污染美国、中国的土地都被污染了这块土地没被污染。如果在这块大地上，我们发展农业，使这块地方
将来成为全世界的粮仓。啊，生产的粮食能供养全世界，至少可以供养亚洲。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个想法，有这个想法人很多。啊，但是澳洲最缺乏的水源。啊，昨天的天主教的主教，这个大主教，我们谈到这个问题。啊，他管的辖区范围很大。我昨天我们看到地图上，啊，几十个教会都属于都归他管。他告诉我，靠近中央的这沙漠里面居民非常苦，三年没下雨，人怎么活得过来？啊，就是自杀率很高，啊，人都不想活了，活不下去了。我们听了很难过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？有没有方法解决？有。沙漠地带居民多半都是澳洲土著，这些土著有非常严重的怨恨。如何能帮助他把怨恨化解？啊，我们知道境随心转的。啊，他们自己也说，100年前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样的灾难。这一边的农牧都非常正常，雨水也很多。啊，图文巴这个名词是土著的语音，啊，意思是什么？是沼泽、绿洲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我们只有从意念上来转，啊，然后山河大地物质跟着我们的念头来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是真理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今天念头不善，造成这些灾难，啊，弃恶扬善，端正心念，可以改变。啊，中国有个谚语说：“佛人居佛地，佛地佛人居。”有福报的人住在那里，风调雨顺。啊，自然能感得了。啊，我们要有信心，要有真诚心，有信心，有恭敬心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首先转我们的心理、生理、身心健康。
啊，再进一步转变我们居住的环境，尘就离念啊。那么这种不可思议的感应的例子多啊。我们在讲经教学要多多的告诉大家，我们学经教李老师在当年告诉我，学经教啊，讲经教学利益众生，基本的条件要通实出实现法。你看佛经这经叫七经，上其诸佛所证之理，下其众生可度之机。那么理是佛经啊，佛经代表的是大藏经啊，啊，三藏十二部经啊。我们这一生能不能通达？你要不通，就不去理。那契机呢？即是世间法。世间法，老师举个例子，咱不要谈别的了，单单谈一部中国人编的《四库全书》，你能通得了吗？通不了，通不了就不能讲，通不了就没有资格讲啊，那又要非讲不可。佛法要没有人讲，慢慢就灭了。这时候怎么办？啊，老师教我四个字，他说要通，要通事出实现法。怎么通呢？求感应。感通啊，用什么感呢？用诚，真诚啊，真诚心求感应啊，真诚心求感应的基本条件就是慈悲心。菩提心里的慈悲心，真诚的爱心，爱一切众生，这是基础啊！啊，中国古谚语也有说，量大福大了，量大智慧也大了。你要有大智慧、大福德啊，完全从你的心量。你心量小，你就没有智慧，没有福报。你起心动念都在造罪业啊！量大的人，起心动念想众生，想苦难众生，我怎么去帮他啊？帮助他离苦得乐啊！用真诚心求感应，求佛菩萨。
真诚到极处叫至诚感通。不是至诚到哪里求感通啊？老师指我这条路啊，告诉我，只有这样走才行，这路才走得通，要不然你怎么学法？啊，古人教给我们的方法，这就是现在讲的教学的理念。一句话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一门深入是戒律，是戒；常识熏修是得定，有戒有定。定到一定的程度就开悟了，所以应界得定，应定开慧，啊，智慧开了，通是本有的，界定慧都是自己自信本来具足，不是外头的，啊，界定慧是心的，人人都有，只是迷而不觉，不知道修啊。啊，所以古人从哪里学起？就走这个路。那现在我们也要搞戒定慧，行不行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古人戒定慧有根有底，我们没有根底。那根底是什么？中国人所谓扎根教育，谁受过这个教育？中国古人真有啊，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还有，民国以后没有了啊。这个扎根教育一般是从胎教开始，母亲怀孕就开始了。啊，开始什么呢？弃恶扬善，端正心念，母亲要做到，所有一切负面的、不善的，不能想，那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。影响胎儿，你想不善的，他就染不善的；你想善的，他就染善的。所以这十个月，心地要纯净纯善。你的小孩好啊，得到正气啊！啊，像文王的母亲，这历史上记载的，啊，怀孕的时候。啊，眼不是卧色，啊，不好看的东西，不善的东西不看，啊，不善的不正的不听啊，说话如火，诚恳啊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《弟子规》里的所要求的，母亲在怀孕的时候，她就做到了。随着小孩还没有出生，得到正能量的讯息，这个根多好啊！出生之后
母亲要把小孩看3年，就到他3岁，1000天的，1年360天的，3年1000天，啊，让这小孩他看到的，他听到的，他接触到的，全是善。啊，全是好的。啊，他看到的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违背伦常道德的时候，决定不能让他看见，不能让他听到，不能让他接触到。这叫扎根教育啊，从坐胎到3岁啊。古谚语有一句话说，3岁看80，这个意思就是他3岁这个根扎得好，80岁不会改变。为什么？这个小孩3、4岁他就知道哪个是善，哪是不善。不善的他会排斥，远离他；善的他亲近他，有这个能力。所以佛法到中国来，他学佛没问题，他有佛菩萨的根呢。那现在我们这种教育没有了，没有根，没有了。啊，我们补从哪里补啊？要从儒释道3个根上去补。啊，大家学戒律不重视这个根，我想盖房子不要地基，你就变成这样子，你的房子能盖成吗？难就难在此地啊，不是戒律不好啊。啊，现在讲戒律听戒律能听懂吗？未必。啊，听懂他真的受用，听不懂带来很多障碍，带来很多麻烦。啊，大乘佛法教我们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啊，通通都着了相，严重的着相，怎么办？啊，戒律是不错，样样都执着。来生到哪里去？来生到人道，做个好人，不舍人身，有这个效果。啊，向上提升不行了。大乘教里的讲究的就是圆切、圆修、圆正啊，让让样样都圆融啊。啊，大乘菩萨多么活泼，多么自在。啊，戒的目的在哪里？就在清净平等处，这心清净啊。那现在人持戒心不清净，被戒染污了啊，修定也不清净的，被定染污了啊，所以佛法全变成障碍了。不容易，佛法要好老师，自己还要好的根基。
遇到好老师，还有好的道场，这修学环境啊，你在这个里面成就六波罗蜜啊，再向上提升，成就十大愿望啊，那是一成就了，比菩萨还要高一层。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了。啊，这是持戒所达到的要求，达到的目标。啊，不但不染污，而且心不动，不摇晃。心是定的，不动不摇晃，就是我们经体上的平等这两个字啊，像水没有波浪，平静平等啊，我们心不平等的，有高下了。啊，为什么现在的教学从小就叫竞争？竞争哪来的平等？啊，一竞一争，谁就波动，平等性失掉了。啊，再加上严重的染污，染污自私自利，啊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。天天在造轮回业，怎么能脱离轮回？啊，所以远远不如农村里面的阿公阿婆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。啊，师父教他一句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，他很老实，他听话，他真的一直念下去。啊，往生的时候，视线的瑞相，让人惊讶，成功了。为什么他戒定慧具足了？啊，一门深入，这是持戒。他除了心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他什么都不放。啊，断卧不着多万断卧的相，修善没有修善的相。福祸三轮体空啊，空无相无所，大三空三昧，他跟这个相应的啊，你问他，他不知道啊，他说不出来，暗合道妙。他真做到了，你问他，他不知道。啊，他也不需要知道，通通在生活上落实了。啊，在工作上落实了，在处事待人接物，他全做到了。自古至今，出家在家，榜样很多。那个榜样就是教学法里头的表法了。
海贤老和尚是我们的好朋友啊，你细细去听。啊，慢慢去体悟，听的变数多，越多越欢喜。那为什么？你切入了，你听懂，听明白了，得受用了。啊，天地变数少，不管用。啊，最好是专听，不要听杂了，啊，不能学很多。一句佛号，刻骨铭心。啊，它能帮助你身心健康，能帮助你法喜充满，心情愉快，身心健康。啊，能帮助你化解灾难，不迷信呐！啊，只要求得因上清净平等觉，果上智慧、福报。啊，大乘是智慧，无量寿是福报。庄严是相好，美好啊！啊，清净平等就是因呢。智慧、健康长寿，啊，生活美满是福报。美好的生活，并不是说你的衣食住行丰足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最健康的食物，来福寺里面的生物最健康的，他们是自己耕种。用什么心耕种的？用清净平等觉心耕种的。这个食物能不好吗？海贤老和尚亲手耕种的，那是个什么人？已经证得明心见性的人，啊，每一粒稻米，每一片菜叶，都是他加持的。我们自己也种菜，啊，有些佛友种菜的时候，啊，一定画一个小区，供养一些小虫、小动物，啊，果木树指定有几棵供养小鸟，啊，动物跟我们很合作。我们供养他，他会留给我们。这就是境随心转。我们的心能顾到他，他的也顾到我们，你回报。
最健康的。啊，所以人不能没有德了。啊，什么是德？佛门的德就是戒定慧。啊，世间的德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啊，总共归纳起来，实际上12个字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呢。啊，这12个字就是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、仁、爱、和平，就这时候。啊，中国人5000年来没有违背他，依教奉行，这个国家民族屹立在这个世界，没有被淘汰掉。啊，世界上四大古文明，其他三个都没有了，为什么没有了？没有这12个字，中国还能存在，就有这12个字。这12个字如果丢失了，中国传统文明也会消失。啊，所以佛具重德，为师尊重，我们做佛的弟子。要像佛一样具足众德，啊，净宗同学早年我们提出贤门五科，必须要学习，必须要遵守。啊，第一个指导的原则，敬业三福，决定不能违背。三福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。啊，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，没有弟子规，孝亲尊师是假的。这是根之根，没有这个根，什么也不也都完了。啊，前面两句《弟子规》，第三句《感应篇》，慈心不杀，讲因果报应。啊，幕后修十善业，你们想想看，十善业以什么为基础？以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做基础。没有《弟子规》跟《感应篇》，十善业道修不好。不踏实。那我们提倡这个是有根据的，不是随便说的。那有这个基础了，做得不错了，再提升一级，第二福。第二福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违仪。小乘教，你真能做到啊。
啊，为什么今天做不到？你没有前头第一福，你怎么可能有第二？怎么学也学不像。啊，沙弥律仪虽然只有十戒、24门威仪，就做不好，就学不像。为什么？没根呢？啊，所学的空中楼阁知道佛教的有这么一回事情，自己不得受用。啊，这第二具足了，才提升到大乘。啊，第二是小乘，第三是大乘。大乘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。这个深信因果是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是说这个因果，不是普通的因果。啊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劝进行是教化众生。啊，读诵大乘是成就自己。你看看，佛给我们的顺序，我们今天搞乱了，要最高的，下面都不要，怎么会有成就？你们做了实验了，啊，试验了十几年了，20几年，30几年，应该觉悟啊。为什么这么长久做不成功？啊，古人完成到明心见性，大概10年。念佛的人，3年得功夫成品，再3年得四义心不乱，再3年得礼义心不乱。啊，真能得到。海贤老和尚就是这么得到的。他20岁出家。啊，他的根性好。虽然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这个人老实、听话、正干，具备这个条件，行了。啊，他的师父了不起，一定是明心见性的人。观机一看到这个年轻人，这年轻人可以造就，有前途，栽培他。啊，知道他会成就，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。你看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没有更换的。啊，他学习的态度好，符合古大德的标准。啊，这个态度就是真诚、亲近、恭敬。啊，印祖说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10分诚敬得10分利益。你求学，你能得到多少？看你有几分真诚心，有几分恭敬心。真诚恭敬心没有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这个例子就在眼前，要细心观察，你会看到了，然后你才会相信，你才会真干。我这个年龄
念念求生净土，没有第二念。那这个世间什么都不想，统统放下了。放下之后心清净啊，看东西看得清楚啊。啊，什么时候都可以走，在哪里都可以走，我不选择什么条件。啊，一切时一切处的大自在啊。啊，你们大家在此地要真干。这个条理语言好，我不说成熟，我只说难得，啊，非常殊胜。在这里团结宗教，团结族群，把这个小城真正建筑，成为世界上头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小城啊，做一个好榜样，让全世界的人来看看。啊，这个小城有80多个族群，有100多种语言，有10几个宗教，大家住在一起，像兄弟姐妹一样。啊，像一家人一样，相亲相爱，啊，互相尊重，互相赞叹，互相学习，互作合作，啊，这个里面没有竞争，更没有斗争。啊，确确实实做到了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啊，这个睦这个字里头有亲爱的意思在里头，比和谐好。啊，你们真看，我到这里就多来几次。你们不肯干，我不来了。我来到这里没有意义，我全部放下了，不来了。啊，你们真干，我会来，我来帮助你们。现在这个世界不做出来，光讲，没有人相信。一定要做出来。那当年我们在汤池小镇做了实验，做成功了。啊，非常可惜，那因缘还是不足。啊，我解散。啊，今天图文坝这个地方。我们在这住了13年，13年得到什么？得到本地居民对我们的信任，这个是不容易得来的。啊，中国老祖宗教我们：明德、亲民、知遇、至善。啊，明德就是明心见性，再说的白一点，就是清净平等觉，就这5个字。
我们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要用清净平等觉的心、真心啊，清明主动跟大家往来啊，我们这么多年不错，温馨晚宴是跟大家往来的亲民啊，这是亲民具体的表现。那如果要做到这个城市，做到相亲相爱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，我们这种亲民做得不够，要加一倍。啊，那我们有这么一个想法，下半年啊，也就是11月、12月2个月了，希望能建立一个道德讲堂，这跟大家又进了一步了。啊，2-3年之后再建一个活动中心，啊，多元文化教育活动中心，啊，目的是就是我们这个小城的人民常常在这个地方聚会，接受道德教育，接受宗教教育，把每一个宗教经典里面有关于伦理、道德、因果啊好的教训揭露出来，作为教材。啊，我们劝人学习宗教的教育。啊，我们不谈信仰宗教，不谈这个。啊，信仰宗教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你喜欢信哪个就信哪个，我们都赞叹，每一个教都第一，没有第二的。啊，大家都平等。啊，皆大欢喜啊。啊，我学我的宗教，我也学你们的宗教。啊，你们宗教派遣的课程，我都认真学习。啊，凡是人皆学爱呀。啊，那么再做3年，有成绩了，我们选拔优秀的同学，一门深入，真正去研究一样东西，希望得3枚，希望开悟。啊，这是我们的研究所。啊，这样的人多了，啊，大彻大悟难，大悟可以做得到。大悟的人要有20-30个人。我们可以办大学了，啊，宗教大学就办得到，没有问题。啊，我们估计10年之后，我们在市里办大学。啊，可是你们同学要努力，你们同学能够担任教授啊。啊，不能担任教授不可以。啊，所以大家努力。啊，我常常来看看你们。啊，你们不想干，我就不来了。哪个地方认真干，我就到哪里去帮助他们打气。啊，帮助他们提升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